大船体顶个贵宾，岁数记海年，三月十三日，吉日良时，恭送大家顶人宫天上圣庙，南下调敬进香，起码参香祈福典礼，典礼开始。主席就位，请咱台北市市长柯文哲先生。大家顶南宫祭海年，廖敬进香总领队董事长甘清标先生，台中市市议员陈丁秀先生，台全体顶班贵宾，全体肃立，口敬擂鼓。上香拜，天上圣庙新闻广播，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，报道台湾，国运昌隆，政安民稳，欢迎进步，再拜，恭祝大家顶来乡天上圣庙大吉啦！祭海年，南下调敬进香，圆满成功，顺利平安，三拜。天上圣庙大甘啊，神威显现，有求必应。呼吁着咱今日参香的长官、贵宾，身体健康，阖家平安，官运亨通，万事吉祥，所求如愿。请一香。献花，在咱台北市市长柯文哲先生向咱天上圣庙大甘妈献花，献圣庙神情献花礼，圣庙献上道夫祠，献歌，献妈祖神情献灯果。四季丰收，写新闻，献名，献圣庙神情，献香名，风调雨顺，全民兴，献彩票，献。妈祖心情献财票，国泰民安永太平。全体再向大家顶南宫天上圣庙大甘妈太祖神佛行三鞠躬礼，一鞠躬，再鞠躬，三鞠躬，礼成。欢迎看。台大市市长，他在这里。柯文哲先生，对着咱群众，大家敬南宫来参加着咱一年一度的邀请好友，把咱所有的这个市处长，还有咱台中市市议员陈廷秀，陪同在台中的，大家拢知啊，柯市长的伊五年前。伊就来参咱大家妈祖行九工，啊，佮啊，伫咱元宵节进前嘛，佮来参拜，伫选前嘛，佮来参拜。所以咧，伊有伊年龄当选，啊，即、這个市政运作真顺利。所以咱柯市长今日嘛，佮来上妈祖，嘛佮来陪同妈祖，啊，来参加一年一度的邀请。不过伊有讲，宣告。在十、在十二议会的即阵，所以时间伊来切时间同议会，都马祖拢知影，哦，马祖拢知影，所以而且啊，就是讲成立一百趴，所以而且咧啊，所有县市代表啊，我代表天南宫的党干事会表示欢迎以外咧，啊，咱来请这个市长来跟咱讲几句话。
上场胜利的中队，还有各位总监事哦，还有我们在场的善男信女哦，该来啊，拿座球没有哦，很需求哦，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呐哦。他对我来说哦，我同你这样来讲，这是第一点。而且基本的说，这是之前哦，我有来上线了，所以今天算是来观阅的啊。我讲哦，今天所有在场的善男信女哦，大家哦。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大家平安。啊，咱哦，这个绕境之旅哦，我祝大家哦平安顺利，安得多谢各位。谢谢。